对，所以要前面的雷鬼，后面就是转 disco 这样。不啦，哎，再过是的，这是原版的。一段调，一段音是慢的音吗？咚咚咚咚哒啦啦啦啦啦啦，不是噔噔噔噔噔噔的，不是那个，对吧？他前面那是 half time 慢的哦，所以你别样得得得得，对，你要这样子，然后后面再转快，对，然后进歌才转快，对，因为他们做这 record 或者是做但或者对立的照，那好，那我知道，我就是用 half time 的速度做雷鬼，然后后面就转就恢复正常，叫这。你如果这样子就是 disco 的方式啊，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所以它是快的，当快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给它对，只有八分的音。OK， 那我下慢拍一点。对，没有，我等下直接给他快。Thank you.
我的兄弟们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，想有什么困难。那个英语词要叫前面的大头那两句不用吗？对，要做男生，要做什么？要做就是888的。有啊，跟我说。这里就要过。他等于是对你的感觉，并不像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，变成尖奏。对，他就是有个尖奏。尖奏完了就直接。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，总言之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想要说，直接自己在这个样子。好玩难看，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。总言之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我说不一样，那就是不一样。然后他不是会少，根谱会少一段。第二次的节奏，对，第二次节奏就没错，直接结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OK。没错，那次节奏加了一下，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这就等于不知想了多少话，那边接，不一样，那真是不一样，就那个节奏，就节奏，然后就把。